知道这个事情，可是还是要考虑考虑。周润发和钟楚红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影坛最有名的荧幕情侣，两人曾七度合作，拍出过《纵横四海》《秋天的童话》等经典影片。日前，钟楚红在上海出席活动时透露，他要等周润发点头以后，再决定接不接受彭浩翔的邀请。发哥还没有答应啊，当发哥的老婆，给当志明的妈妈好，对吗？他是一个那么好的演员，我想所有的演员也会喜欢他，跟他合作。钟楚红1991年息影，至今已经有20多个年头没有拍过戏。影迷在期盼他复出的同时，也担心他现在的状态是否还适合演戏。对此，钟楚红自认，像《志明与春娇》这类以感情线为主线的片子，他应付起来绰绰有余。我想我这辈子拍最多的戏都是爱情片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我的强项，对吧？